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拉风牛。这期呢，咱们来看一下粉丝投稿的原极之星返场抽奖视频。那么这个原极之星的话，一般都是2000多块钱会出啊，但是欧的话就不一定了，1000多可能会出，但绝对不会出现几百块钱就抽出来的情况，大家量力而行哈。皮肤就不一样了，皮肤的话，黑曜石是300到700都有人抽中，然后那个航空皮肤的话，就1300到2000块钱左右都有人抽啊。所以呢，大家看来就行了哈，抽得起呢肯定是抽比较好，抽不起的话没事啊，大家用那个之前我说的方法啊，改一个玩一下就好了，是吧？These to see a don't say, and it keeps us in the game.